我从来没遇过这种现象，这一定蕴含了什么深刻含义。猿猴行者，你等等，波克波克怎么了？你干扰到我的研究了，波克波克对神谕者起反应了，我一定要搞清楚这之间的关联性，我会发掘他们的秘密，研究永远不嫌多。你吸收了能量，可以叙述一下效果吗？快点，其他的也去看看。是跟随，岂可？我真的能够知无不晓吗？神谕者，他透过波克波克向我们传话。沉睡，寻求声音，晋升。猿猴行者，你先走。我留在这里，等法灵从幻象中恢复过来。我还不能使用这个。
随自主机。中书配有一暗语，寻暗语，显途径。
啥？召唤我！
空洞的躯壳，空缺的职位，皆需再次踏上圆满之道。我保证，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忙。审判之躯必不可缺，必须填补碎形的缺块，几何体终能完整成型。跟我审判之躯，你是说审断者？但要怎么做？永恒者皆诞生于泽瑞斯莫提斯，雨林者、统御者、凛冬女王、戴纳瑟斯王、审断者，亦不例外。必须以新的躯体取代失去的躯体，但必须先准备其内涵，需要耗费心力。施以耐心、毅力，待时候到来，我的乐曲会再次回荡此处。我们要一同对抗黑暗。如果成功产生新任审断者，暗影之境就还有希望。冤猴行者
有任何进展，随时通知我。